该在这儿搜给了，好久都没有逛过的街了。今天来看看有些什么。还是大量的绿植，现在室外的花应该也很多。每次来这儿我都觉得很舒服，很多可爱的植物，环境整洁又干净。感觉比之前的东西少了不少。可能夏天大家都比较关注花园植物吧，室内植物看起来是少一些。好吧，我外面去看看。这是外面的树苗区，东西真的是少了很多，而且感觉也很安静，可能春天忙的时候过了，所以现在比较 quiet。 这些植物其实还是很美的，打理的也很好。各种的蕨类植物，多肉类，这些都是可以过冬的。 Giant 特别特别大，看和我的手相比。这边是各种装饰草，这边是各种爬藤类，这几种都是侵略性很强的，以前不见卖。Blue Ice Blue Star。葱花类的，各种颜色的一日百合花，有的非常非常大，给你看其中的一朵有多大。你看这个，差不多直径是20厘米，比脸大。颜色也很多种，菊花类，这是观叶植物，anemone 银莲花。种类很多，
挂花类现在都是50%的折扣。我看一下价格，这些挂花很大，才12.5块，现在真的是好时机，而且它们的质量非常好，很多可爱的小花。这种我从前花园里有很多，全被我挖掉了。洛心富，花期也过了，估计很快也要打折了。它的花质量很好，如果打折的时候真的是超级便宜。这种菊花其实很好看，叶子特别好看，但是现在叶子有点卷，因为有点干。你看这种 Aster 多漂亮，而且花特别大，花的颜色比照片要美多了。薰衣草挺大颗的，不过30块钱。各种颜色的大叶绣球，现在这些都50%的折扣，估计只有几块钱。6寸盆9块钱，五折的话5块钱都不到。飘香藤原价是50，现在80%折扣，就是说10块钱。这么大盆10块钱，真的好便宜啊！有兴趣的赶紧来买。各种各样的绣球。你看多可爱，它会变成红色，到了秋天。这种其实很好看，但是它的缺点呢，就是直立性不够好。这绣球树太漂亮了，不过价格也好，500块啊。很多大颗的三角梅，都是大树，估计价钱也120。这些复瓣的扶桑长满了花苞，价格是40块，颜色很好看，花色也很好看。栀子花，花特别大，超美超香，好大的树，200块。这些美丽的花束都是200。唯一的问题呢，就是它们长得也有点大。冬天要搬到室内。各种绣球，总体来说我觉着比较安静。即便以前冬天我来的时候呢，也比现在感觉要人多热闹一些。好了，今天就这么多吧，我看看会不会给自己挑一两盆带回去。
谢谢。